这个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难过、悲痛。可是我们也感谢声闻大哥，他也召唤了司法的力量，在一月的时候，司法机关判定政府败诉，然后我们认为，在政府败诉的情形之下，应该针对这四户还地、国赔以及原屋重建。我们今天只是来这里表达希望政府依法行政的诉求，但是这个政府却荒谬至极，一点一滴都不愿回应。所以开始我们对张大哥的纪念跟尊敬，所以是不是请各位朋友我们低下头来，我们闭上眼睛一分钟表达追思。谢谢各位，我们感谢张大哥那一天保佑我们。我们现在请秀春姐讲出她心里的诉求。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记者。今天来，很热啊，不好意思。然后今天是我出生的9月18日。就是他周年的纪念日。我昨天晚上我就在那个瓦特村捡的那个照片，所有的照片只有自己当时可以看的，其他都模模糊糊不能看的，我只有就是仅有的那个相片。这个是今天也是拍不到的东西啊。今天记者会，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因为这一年来，行政诉讼，已经判这个征收是违法的，已经败诉了。但是这一年之中呢，政府官员没有一个人就是出来面对问题，面对问题来解决。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我们偷人家1块钱，或是10块钱，或是1000块，我们都是会记做的。那为什么你是一个官员，一个政府，你趁我们不在的时候，铁门关下来的时候，可以叫怪手来拆了我们的家，把我们的家当全部都丢在网络中，就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国家，好像这个国家是变成一个野蛮的一个国家。我今天也是很生气，很生气。我先生为了这件事情，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晚生。我是希望说。第二点，我是希望说，既然政府已经违法，你就把我的家要原地重建起来。我希望大家不是多多支持我，给我这个关心我，但是先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秀春姐，我们一起来喊我们的诉求：原地重建，原地重建，坚持正义。坚持正义，原地重建，原地重建，坚持正义，坚持正义，原地重建，原地重建，坚持正义，坚持正义，继续加，继续加，就让它圆满，就让它圆满，继续加，继续加，就让它圆满，就让它圆满。
权老师来说明原地重建的各项法规以及应该要求政府依法行政的事项。各位来自台湾各地坚持土地正义的朋友，以及各位在场的媒体朋友，辛苦大家，也谢谢大家。但是我也要拜托大家，我们仍然要继续辛苦大家。政府应该要让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居，政府应该要让他的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居，这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但是我们的政府就在你我背后的这个政府，让他的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恐惧、绝望、流离失所。各位朋友，台湾社会可以如此吗？台湾社会可以接受这样的政府吗？今年的1月3号，行政法院判决政府的征收败诉，政府的征收对这四户的征收违法。可是社会有没有检视？这个政府败诉了，他违法了，他滥权了，他有没有付出任何的责任？有没有负担一点点的责任？这个政府有没有受到一点点的惩罚？各位，没有。而这个判决让我们知道，大埔四户，大埔的张药房胜诉了，可是他们胜诉了，土地却被拿走了，房子却被拆除了，生命也被夺走了。各位朋友，这是台湾社会的正义吗？台湾社会可以如此吗？各位朋友，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很简单，返还土地，返还土地，原地重建，这是基本的、最基本的恢复的权利，最基本的恢复权利，返还土地，原地重建。除此之外，必须要赔偿，这是赔偿还的权利，赔偿的权利是这四户的基本人权，是大埔这四户的基本土地人权。而这些权利也正是政府，正是这个掠夺者的基本责任，他应该要做的，他应该要付出的。可是我们今天看到政府完全没有负担任何的责任，政府败诉之后完全没有做出任何的积极的回应。除此之外，修改土地征收条例，这是什么？大埔张先生过世之后，今天满一年，在台湾社会土地征收从来没有停止，而且从南到北变本加厉，所有的个案一一出现，这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们，土地征收条例在台湾仍然是当权者好用的工具。土地征收条例在台湾仍然是牺牲者、弱势者面对的最残忍的暴力。各位朋友，台湾社会不可以如此，不可以如此。返还土地，原地重建，补偿他们，并且回过头来修改土地征收条例，
让土地征收可以真正的约束征收行为，约束要人土地的人，可以让土地征收成为台湾社会真正保障人民的一个工具。所以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要告诉各位，张生文先生张大哥的过世是在告诉台湾社会，土地征收不是拿走家园跟土地而已，土地征收还会夺走你的生活，夺走你的工作，甚至会没收你的人生。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只是要回来而已，只是要回来基本的人权而已。返还土地、原地重建是基本的人权。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要的是基本的人权，以及要一个保障能够保障人民的制度，就是我们的土地征收条例而已。所以今天麻烦各位媒体朋友，能够让台湾社会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人权与正义。谢谢。谢谢老师。那接着我们要讲，在这个诉讼中，我们在几次立法院司法院的攻防取得胜诉，我们先请主要的诉讼律师李明之吕律师来说明。大家好，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悲痛的一个日子。我想起我最后一次看到张生文大哥的那一天，是去年的9月2号。那一天我到竹南大埔，是因为苗栗县政府除了拆秀春姐的家之外，还把柏油秀春姐只剩下的0.6坪的土地上。那一天我们就是要去证实苗栗县政府确实把柏油铺在这个秀春姐土地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天张大哥他一直不断地跟我说谢谢谢谢，就像以前一样。我问他，你还好吗？你要不要加油？他只是笑笑的，没有再多说。后来我听到的就是他失踪，也就是后来的2号的消息。但是在这一年来，我们虽然拿到了1月4号的一个胜诉的判决，可是在这过程当中，苗栗县政府并没有为他违法征收这样的一个行为负起任何的一个责任。那返还土地的部分，我们目前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我要跟各位说的事情是，其实返还不原状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困难，因为它并没有被海洋淹没，它物理性还在。另外，柏油今天只要刨除就可以了，这件事情非常的单纯。另外，土地征收条例其实也明文规定了，今天司法一旦撤销征收的时候，苗栗县政府今天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义务，必须要发还土地给我们土地所有权人。所以我们在这边也希望最高行政法院他能够正视这个违法征收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尽快的把土地返还给秀春姐，因为这样子是一个人权的展现，而不是呢让行政机关以后就只会造成既定的事实，不断的胡乱征收下去。那么重建原屋重建的部分，我跟各位报告是说，这个部分其实是国家赔偿的问题。那监察院调查报告也请苗栗县政府赶快的去做国家赔偿的责任，去负起责任来，也要充分的去处理后续的事情。苗栗县政府依然是毫无作为，所以我们在这边也要严格的谴责苗栗县政府这种自傲自大的。所以我们也在这边，今天违法征收这件的事实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要这边诉求的是说，大家一定还要再记得这样的一个事实，没有它还在发生，它不应该被忘记。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去诉求返还及有重建。那以上就跟各位报告目前的一个状况。谢谢。好，谢谢李明之律师告诉我们依法行政的具体步骤，甚至于监察院也已经提出了建议。那接着请詹顺贵律师。詹顺贵律师，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哈。那我想这个行政诉讼的那个进度，刚刚李明之律师已经跟各位介绍的非常的清楚。那这一部分我们绝对不会放弃，一定会尽量的努力。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呼吁我们的司法机关，其实从去年开始就继续818暂停到今年318暂停立法院的行动，其实公民意识已经普遍崛起了，但是我们的司法还有相当大的法官还在睡觉。我们也希望，其实过去以来司法院说最高行政法院常常做出一些互相矛盾的判决，一方面如果房子已经拆了，他们就会说哦，这个房子已经拆了无法恢复原状，所以只能确认说啊，这个征收的行政处分是违法。但是当这个房子还没被拆，我们事先要请法院呢，是不是下一个类似一个假处分那种执行，就说希望这个官司还没打到一段落之前呢，先下个令要求行政机关先不要拆人家的家园。我们的司法判决却告诉我们说，这个呢可以用金钱来补偿，所以没有难以恢复原状的情形出现。这是什么逻辑？在告诉我们钱代表一切吗？可以是这样子的吗？前后的逻辑不仅矛盾，而且是真的是为金钱试图。我们希望司法有一相当比例的官这样子的错误观念也能跟制度上改变过来。当然我们也会提出再次提出土地征收条例的修法。按照政大地政系陈立夫教授的统计，现在呢可以办理区办征收的法源几乎有30种以上，包括了前一阵子大家就说有另外公民团体抵抗的非常激烈的自由经贸经济示范区，本来也有一个区段征收，但我们的政府他什么都要区段征收。但是呢，按照陈立夫老师他们学者的研究，其实现在在国际间这个征收条例做这个区段征收的制度，几乎以就是以他们现有的能力去，已经找不到任何其他一个国家有类似的制度。那我们台湾为什么还要独有？只因为是我们的执政党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所以他为了维持他是一个全世界最富有的政党，所以他就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敛财工具吗？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再重新提出的土地征收条例的版本，我们希望可以彻底的把征收区段征收这个制度呢予以退而求其次，即便因为立法院席次比例的关系，必须要退而求其次，我们也认为说，可以实行区段征收的法源呢，应该要大幅的限缩到只能保留2到3种，而不是现在有30种以上，任意的都可以区段征收。这是一个最可恶的制度，我们觉得一定要予以废除，这样子我们的家园还有可能被破坏的一天。其实我们从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来看就好了，马总统他当上了总统6年之后，当然他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我们的总统官邸，可是他今年5月过世的母亲，他的母亲大人秦赫修女士，他有跟着搬到总统官邸吗？没有，还是住在他原来集美墓葬的老家。为什么他要选择住在这里，住到总统官邸？因为原来的地方还是他的家，那一切的一切，包含了周遭的邻居社会关系，那才是他熟悉的一切。但是政府在对付人民的时候呢，却认为说这个所有的一切呢，轻易加以剥夺，只要用钱买。我们绝对纵容这样子的制度下去，我们一定要把区段征收的制度予以废除。谢谢。好，谢谢。那接着我们请主妇联盟的许秀娇，她要代表社会各界，一般家庭主妇的心声。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我想，主妇联盟消费合作社主要的成员都是家庭主妇。今天我们看到秀春姐在这，她成为我们的家庭主妇，我们有非常的同理心，了解她的心情。因为家庭主妇，她没有远大的志向，她没有崇高的理想，但是家庭主妇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家庭圆满，家庭幸福，希望有一个温暖的家，希望家庭的每一个人都健康的生活。所以房子不只是房子，不只是土地，房子它是一个家庭幸福的基地，农地它绝对不是只是一个看到产值的地方，它是子孙的粮仓。今天你拆的房子，就是破坏了整个家庭的幸福基地。今天你铲除了我们的农地，其实你也在铲除我们子孙的粮仓。各位媒体朋友，一个不公不义的土地征收条例，它会毁了我们家庭主妇全家的幸福，它会毁了我们未来子孙的重要粮仓。今天我站在这边声援彭秀春，就是希望我们的政府听见我们的声音。既然是违法征收，就把房子还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幸福你已经没办法归还我们，但是小小的心愿，原来的房子请你返回吧，返回彭秀春，让他在原来的地方，原来的幸福基地能够重建他的家园，让他未来还能够在他原本的幸福基地去怀念他的先生，去照顾他未来的小孩。我们希望媒体朋友们也能够站在公平、公义、公理的这样一个的立场，支持我们，支持社村，支持我们未来的土地能够保存，让我们的子孙粮仓能够有更多更多的永续。谢谢大家。谢谢许秀娇，也谢谢各地主妇联盟的支持。那么我们要请到捍卫苗栗青年联盟的成员陈威先生，也在九一八的时候指出他的正义之手。庄大哥过世一年了哈，罗振宏也已经即将要执政满八年，将要卸任了。在罗振宏执政八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家乡苗栗怎么样的状况？我们看到罗振宏执政的八年里面，大搞土地征收、土地财团的游戏，在这样的游戏下面。刘振宏跟我声说，透过土地征收，透过所谓土地开发，会给苗栗带来荣景，会给苗栗人带来幸福、带来工作。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在刘振宏的主政下面，苗栗到目前为止是全国人均负债比率第二高的县市。每一个人，每一个苗栗的小孩，从他出生开始，每个人平均负债7万块。这些所谓征收来要盖工厂的土地，现在在大埔那个地方全部盖起豪宅，全部成为土地商、开发商去投资、去炒作的标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罗振宏主政下的苗栗，他不止让苗栗人丧失了幸福，甚至让苗栗人丧失了生命。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看到国民党这个政权在苗栗还想要继续做什么事情？我们看到在苗栗目前还有许多的征收案还没有终止。我们看到今年苗栗的选举里面，国民党在苗栗所提名的县长候选人，也在苗栗选区所选出来的立法委员徐耀昌，他在大埔深夜当时就是站在刘振宏这一边，公开的宣传说大埔张家是妨碍交通，
是妨碍地方的发展。我问各位，大埔商家有没有发展喽？没有。有没有妨碍地方的发展啊？没有。这样的人，在经过八一八、经过九一八以后，国民党毫不避讳、肆无忌惮，还要提名这样的人，年底继续选县长，继续统治苗栗八年。在去年九月十八号，刘仲来县长的时候，是凶手，我们就是认定他背后这个县府、这个县政府、这个体制，没错，就是这个体制害死了张胜文大哥，对不对？对，对，对。我今天在我们喊完这个刘仲凶手这样的喊话以后，刘仲控告我们说这是侮辱，然后告诉刘仲宏，我不止告诉刘仲宏，告诉徐耀昌，我们今天要再一次在这里再喊一次，让全国人民、让苗栗的人民看到你们的面目。我们想刘仲宏凶手，凶手徐耀昌，徐耀昌凶手，凶手刘仲宏凶手，凶手凶手徐耀昌凶手，徐耀昌凶手。我们要呼吁所有全国的人民，不只要把你的目光放在台北市的选战，请你一起关注苗栗，在刘仲宏主政八年过后，接下来这段时间苗栗要受到什么样的对待。我希望全国人民一起关注，我们要请所有全国各地以及苗栗的在地的乡亲，尤其是在这过去一年来参与了这么多运动、经过这么多价值变革的苗栗的年轻人，我呼吁各位一起回家投票，去制裁这过去八年统治苗栗、残害苗栗人的政权，不能让他、不能让这样的凶手、这样的帮凶徐耀昌这么舒舒服服躺着在当选、在统治苗栗四年，再用同样的方式、用刘仲宏接班人的位置来这样统治苗栗。我们要呼吁总统府、呼吁苗县府、呼吁徐耀昌，同时也呼吁其他苗栗的地方的参选人，一起来承诺我们今天提出的诉求。我们再喊一次：返回土地，返回土地，原地重建，原地重建，返回土地，返回土地，原地重建，原地重建。我们要要求马政府、要求苗县府、要求今年年底，包括徐耀昌在内，所有苗栗县长的参选人，一起来承诺，去商品这样的诉求，拿出你们去执行这样诉求的详细的行政的方式。大埔不解决，别想当县长。在这里，我们要正式向徐耀昌下战书。再不解决，我们今天只是走进去总统府里面递呈请书而已。那徐耀昌再不解决，我会找你，我会冲进你的竞选办公室里面，也要求你给一个说法。谢谢大家。好，接着我们要请台湾农村阵线的发言人陈平轩来说明我们主要的四求诉求以及要求政府依法行政的具体项目。各位媒体朋友，首先非常谢谢大家在这么热的天气还站在这边陪伴秀春姐。今天我们来到总统府前面，我们有四个主要的诉求。第一是还土，第一是还地，第二是国赔，第三是重建，第四是修法。那这边我有四点要跟大家报告。第一，苗栗县政府跟内政部在判决胜诉判决出来以后，迟迟的说没有办法归还土地，因为法院说不用还。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吗？
他们说秀春姐他们家的土地作为道路使用，所以不能归还，客观上不能返还。可是我告诉大家，实际上秀春姐的家原本是道路吗？不是。秀春姐的家原本是好好的一栋房子，是苗栗县政府在那边随便的定都市计划，在那边腐烂的圈地才把秀春姐的家划为道路。现在既然秀春姐大埔智户已经判决胜诉了，苗栗县政府应该负起行政责任，内政部应该负起行政责任，重新的进行都市计划变更的工作，把秀春姐的家、特色村姐的土地还给她，把秀春姐的家重盖回来，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态度。所以什么没有办法返还，这个都是借口，其实是可以返还的，无论在法律上或是行政上都是可以返还的。第二，既然已经判决胜诉了，表示这是一个违法的行政行为，大埔智户因为这违法的行政行为受到的所有损失，本来就应该要由政府来赔偿。所以我们也后续也会请詹律师依法要提起国赔的诉讼。再来，土地征收条例的修法到现在都是未尽全功，我们看到大埔事件发生了一周年，大大哥逝世了一周年，到现在全台湾各地还是有非常多的征收个案在不断的发生。今天许多的征收自救会也来到现场与我们在一起，有大海二期，有林口 A7， 有桃园航空城，有桃园地下铁，有南铁东移自救会，这些自救会他们现在都在面临水深火热，他们都在面临鲸吞蚕食的暴力破迁。土地征收条例一天不修改，这些人民就没有安宁的一日，所以我们严正的要求必须重启土地征收条例的修法。最后我要跟这个今天我们我最后我要跟这个政府说，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提出这个诉求是因为我们相信台湾还有民主，是因为我们相信还可以坐下来沟通。可是我们不会有太多的耐性，因为我们已经等太久了，因为我们已经牺牲太多人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要非常严正告诉这个政府，我们愿意沟通，请你出来面对，否则未来的路只会诉讼不息，只会抗争不息。谢谢大家。好，非常的炎热哈，我们请到最后一位，同时也是在我们坚持土地正义的路上带领我们的徐世荣徐教授。哎，秀春姐，各位好朋友，还有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其实是一个蛮伤心、蛮悲痛的日子。刚刚前面的一些好朋友都已经讲了很多，我要问的是，台湾社会弱势者他的公平正义在哪里？台湾的社会弱势者他的基本人权到底在哪里？台湾的社会弱势者他的幸福的家园到底在哪里？你可以发现，在目前的这个体制跟政治的一个欺压跟迫害之下，我们台湾社会弱势者的公平正义、基本人权跟温馨的家园全部都没有保障。苗栗大埔，尤其是秀春姐她的家所受到这种待遇这种不幸的一个遭遇，其实要提醒着我们，这不可能只发生在秀春姐的身上，不可能只牺牲张生文大哥而已，台湾的都很有可能发生这种人权的迫害的事情。今天非常的难过，因为四年前我陪着自救会的朋友到行政院的一个里面第一招待室进行协调，当时候的主席是吴敦义前院长，当时候现在的行政院长
当时候是内政部部长江宜桦江院长，他也在现场。当时候苗栗县县长刘正宏，他也在现场。当时候内政部营建署叶世文前署长，他也在现场。4年前的8月17号，气氛非常的缓和，大家脸上都堆满了笑容。吴敦义在现场，我帮各位示范一下，我帮各位示范一下，吴敦义搂着郑秀辉朋友的肩膀，然后他拍胸，他说房屋一定给你们保留。我再讲一遍，4年前行政院第一招待室，行政院当时候的院长吴敦义，他当主席，江宜桦院长在场，刘正宏县长在场，叶世文前署长在场，大家都没有异议。吴敦义搂着自己位朋友的肩膀，拍自己的胸脯，这绝对没有问题，房屋绝对全部把你们保留。然后8月23号，行政院秘书处正式行文，我要跟各位朋友讲，他正式行文里面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原屋原地保留，原屋原地保留。各位朋友，我一定要跟各位讲过往的历史的事实。张大哥非常的高兴，房屋可以保留了，家可以保存了，但是哪里想得到，还是被拆。这个政府啊，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长，堂堂的行政院长讲的话是屁话，吴敦义讲的话是屁话，行政院的公文全部都是谎言。政府可以这么做吗？如果一个院长讲话都可以这么随便的讲，一个公文可以随便这个发，我问各位，中华民国国民谁的基本人权还有保障呢？今天我们特别来修总统府，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为什么来总统府？因为当时候的行政院长现在是中华民国的副总统啊，他高升了，他变成国家的副总统了，他要承担那个责任吗？江宜桦由部长升为院长，他要承担那个责任吗？刘正宏马上就要卸任，他要承担那个责任吗？为什么胜诉呢？是那么悲惨？我们真正有胜诉吗？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体制，有给社会弱者权利被剥削、被迫害的，有给他一个公平正义的交代吗？没有。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总统府前面，我们发表这样的一个新闻记者会，我们等一下要进总统府去。我们特别要问吴敦义，我们要求吴敦义，你出来面对，吴副总统，请你出来面对。你4年前8月17号，你怎么承诺人家的？你的公文是怎么写的？你不懂这个做人基本的道理都不能这样子。做人基本的道理都不能这样子。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努力，我们都团结，站在修正界的背后，我们给他支持。这绝对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这是我们台湾社会大家共同的问题。你看背后那么多自救会，那么多自救会，并没有因为苗栗大埔而停止了。各位朋友，盼望大家伸出援手，我们
不能够再容许政府这种暴力继续在执行，继续在施行。各位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来支援，在秀春节，我们一起支持张大哥，让我们的社会公平、正义、人权能够返回到我们台湾这个社会里面。谢谢大家。谢谢徐颂老师，我必须再次强调，今天我们是要求政府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但是在高等法院已经判决胜诉的情形之下，我们要求还地、国台重建，政府要正面回应。接着，我们要进到总统府，递出我们需要还地、国台重建修法的具体陈情书。我们就是要告诉马英九总统，在你仅剩的时间，应该要坚持土地正义，站在人民的立场，让那些喊口号原地重建，原地重建，坚持正义，坚持正义，原地重建，原地重建，坚持正义，坚持正义，原地重建，原地重建，坚持正义，坚持正义，还地重建，还地重建，政府回应，政府回应，还地重建，还地重建，政府回应，政府回应。好，谢谢各位媒体的支持。接着我们有十位代表要进到总统府，第一位是彭秀春、彭大姐，我们请依序来这里，我们决定一步一步的走进去，沿路喊口号。第二位是叶秀桃，也是我们大埔自救会的发言人。第三位是黄福记的女儿。第四位是柯志传先生，也是我们大埔四户的代表。接着我们请诉讼的律师李明之律师。接着我们请汉苗青的青年陈文平先生。接着我们请农政的成员陈平轩以及徐世荣、蔡培慧。同时我也要告诉大家，我们特别邀请到台湾的正义的领袖黄文雄先生，他是三十几年前在纽约对于蒋经国提出正义要求的台湾人。好，我们十位依序走进去，我们走到那边来。前面那个这样走嘛，你就站在路边，是这样走。原地重建，坚持正义，请拿到最前面来，谢谢。稍等一下，原地重建，坚持正义，请拿到最前面来。然后请三个排成一排，就跟他们排起。然后请秀桃姐跟。好，我们现在沿路走进去。